2月16日，现在下班，天比以往亮了。以前下班天都黑，漆黑一片。今天下这一段下班，基本上天还亮着。随着今天一天天暖和，然后天天暖和，然后时间一天一天变长了，就这几天挺忙，然后哎呀，该说些什么了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今天下午嘞，有一段时间我的心情非常差，因为大厦里边放音乐，然后放了音乐，听着我脑袋瓜子烦得不行，光想一下把那音箱给它砸了。那段时间脑袋发热，情绪比较乱。我发现这头脑发热，人就容易冲动出错，所以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最好是出去转一圈，可能就好点了。哎呀。